我好像怀孕了。真的。我先做饭，鸡汤快好了。你等会儿。我本来是想晚上告诉你的。我好像怀孕了。做最后的确认检查，想等你回来。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没。怎么知道的？我去别的科验血，医生推测的。我跟你说，特神奇。头两天晚上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她梦到我生孩子了，这都能梦到。我从小身体就不好，经常跑医院，你也知道的，就没正常过。我妈以前还总是担心我，现在可开心了。高兴吗？你也没行动表示，也没看你激动。我把火关了。不带你这样的，亲完再去做饭。你不至于吓成这样吧？我在想结婚申请的事儿，婚礼要怎么办？我有没有假？明天得去一趟医院确诊一下，看几个月。好像是前三个月比较重要。我在天外每天可以开车回来，但值班不能回。家里只有小南一个人，也不是太放心。你不会是把以后孩子要穿什么牌子的尿不湿都想好了吧？哎呦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你开心了。刚刚你的表情都吓死我了。第一次当爹，慌张在所难免。现在心情平复多了。再抱下去的话，一会儿饿肚子啊。再抱两分钟。